什么是大小王？大王在看到二十还要犹豫啊，出不出手？小王在看到二十啊，毫不犹豫，直接压死。来杀！就在昨天，京东和 BLG 迎来了他们23年的第7次交手。BLG 从一开始3-2的反抗，到3-1的无力，再到如今3-0的顺从 ，BLG 似乎已经被打出了心魔。在比赛中 ，Elk 面对 Missing 的表情精神攻击，选择了一键屏蔽。首局 Kanavi 的瞎子带飞三路，还有尺地一波惊人的倒钩拉五人，关键是五人的站位不算集中啊，这能让他拉到。第二把 BLG 前期略有优势，不过昂在面对京东时啊帅不起来了，左手杰斯更是无解输出。第三把可以说是越勤越好打，20多分钟时 BLG 就已经被京东领先了将近10000的经济，在打出了最后一波1-5之后，京东拿下胜者组胜利，直指决赛的同时成为了咱们赛区第一支进入世界赛的队伍。而如果 BLG 稳住心态从败者组杀上来，那他们将再次面对京东，要是再被擒 ，BLG 真要道心破碎。不过咱倒是希望京东和 BLG 在世界赛上复刻 MSI 剧本 ，BLG 横扫其他所有战队，然后把冠军拱手相让给 GDG。